真是老爷子买的，我在房间里边看到了。我就说嘛，是不是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听着，同志啊，坐下，那边。听着，哎，怎么了？同志，这澡盆子好像结实，怎么又用了？我看看你这水怎么样？哦，没事，水好使，热着呢。我说好使，热，还热，真热，来吧，真不用看。怎么了？ 现在洗澡不让人看了，还扫了？不是，不是你长这么大，我哪没看过？真是。男人和男人之间也应该要保持一点距离。哎，这倒是啊。啊，这都快娶媳妇儿了。哎，行了，咱不看就不看了。那水要是不行，我知道，爷爷，您快出去。那地滑，行，爷爷，我知道，我快出去吧，我还换裤子呢。好，快出去吧，快点，没事，行，那就这样啊，一点啊。 你怎么来了呀？没说我呢，我那个房间空调坏了，特别冷，给你打电话又不接，所以就来找你了。那要不，你换我房间睡？嗯。好了没呀？好了。哎，原来你小时候的房间长这样啊。好久没回来了，这些都是小时候东西，这些都是。 该学习的呀，不久没看了都。怎么这么多车啊？我从小就爱开车，这奖杯就是开车拿的。没有没有，数学竞赛一等奖。爸爸，你小时候学习很好呀。三好学生。 好孩子，优秀干部，进步之星。天哪，这是你小时候吧？好可爱。这是相册吧？这相册应该都是我小时候照片吧。 你小时候原来是个胖子呢。这个不是我。这不是你是谁啊？我表哥。那还真巧了，你表哥和你长得真像，全是你表哥的照片。哎，不过我发现，你小时候不怎么爱笑。因为我那会儿觉得不说话，不笑，特别酷，不是吗？没肿瘤啊。